社会各界，尤其是企业团体来获得更大的响应，一起来灌溉，一起来关注我们教育这个区块，那今天我也非常荣幸再次的代表台上的班董事长，来捐赠给我们鹿港区这国中小，有这样的选址，那我想我们还是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班董事长，谢谢，我们再次谢谢班董，我们社会是一股非常好的安定的力量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祝中午节快乐，有优异的参与。